第122篇，大卫上行之诗。人对我说，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，我就欢喜。耶路撒冷啊，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。耶路撒冷被建造，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，上那里去，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，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，就是大卫家的宝座。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耶路撒冷啊，爱你的人必然兴旺。愿你城中平安，愿你宫内兴旺。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，我要说，愿平安在你中间。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，我要为你求福。